近日，刘亦菲为某杂志拍摄的最新时尚大片曝光，兀丽亦菲顶着一头奶奶灰发色，凸显二次元时尚感。看到照片的迷妹们都 hold 不住了，纷纷点赞道：“二次元又多了位天仙，美极了。”而之前尝试过染粉色头发的她，这是要把浅发色都尝试一遍了啊！真真是美得不要不要的。